大家好，阿弥陀佛。这一节、啊、请看《款缘款行流通》第五小段：一念相应，一念生；念念相应，念念生。”这两句的前面有讲过，真正的相应，咱凡夫。 做不到，必定要到你一心不乱之后，啊，也就是花言慧相所讲的发心代数，至少啊破一片的无名啊，正一分的发心啊，因这是真正念念相应。 所谓是念念流入，刷波流海，也就是念念甲诸行相应，或者是真正的一念相应，一念生，一念相应，一念佛啊，念念相应，念念佛。黏黏 咱求生净土，比这个标准小化较低一点但是一念真重要，一念内面无夹杂念，啊，无夹杂这个杂念，真正做到不怀疑、不夹杂、不间断，甲大世界菩萨教导咱的念佛方法，各名妙行菩萨。 讲诶，婉转生动啊，那么第一节啊，这节小段啊，咱啊无完全报告出来啊，那么这节呢啊，咱继续啊来啊来补充啊来报告。 佛法在经常讲的这个道理，方法境界，真心一点啊怀疑都无。真法官啊，真希望到进入世界去啊，对这个世界毫无留恋。愈进愈好，真愿意拜阿弥陀佛为老师，达刚。 群军听下来教诲那么有真侪同学啊修净土修真侪年了，就是啊也是有即个心愿啊，希望会当往生到西方，但是一点仔消息都无。 这什么原因呢？啊，你讲一部性观啊，也是有啊，不是公完全部但是呢，好亲像甲阿弥陀佛啊，迄、那个所在啊，这线阿无接起来啊，跟那好亲像咱电脑啊，连线阿无连接起来。那么我们丢啊。 我也知影，你真正有这个希望，但是心不真。为什么讲心不真？真诚心都有阿无，清净心都无无，平等心有，无，正觉心有,也有，无，慈悲心无阿无。所以在日常生活当中。 用心这是真心。真心本来都具足这个德性啊。真心决定无虚伪，对人对事对物决定无虚伪，决定不生污念清净决定无高下平定，决定不灭。 啊，那么不别就是正觉了。决定无自私无自私自利，这才是自悲。所以咱念佛不灵，为什么不相应？啊，原因伫得遮。所以古早人常讲：扣念弥陀心善软啊，化破难后也安然啊。果然，你应是。 金行、青金、平定、正觉、慈悲。那么这个心啊，不但咱念经、念佛是这个心啊，平常处事待人接物拢是用这个心啊。不使讲，我对付用真心啊，我对人呢，我都用真心啊。那么这不是用真心的人啊，一旦用真心嘛、啊。 对佛对人拢是赶款真心啊，所谓一真一切真呐，啊，那么一妄一切妄啊，咱对人用妄心，对佛也是妄心，那毋是真心啊？为什么你有分别有执着，你无平等，难就难在这大家。所以你若真正看破，看破就是什物呢？你真正了解事实真相。 了解以后，然后就是真正放下啊，放下即个虚隔，真心现前；放下妄念，清净现前；放下高下平等现前；放下未歇正觉现前；放下自私自利现前。啊，那么。 这个时候，你念佛就是一念相应，一念生；念念相应，念念生。啊，你甲极乐世界这个关都畅通无阻，甲阿弥陀佛心心相应。心是佛心，观是佛观，行是佛行，言是佛言。你想看，你能不能往生？ 真正有把握，所以爱知影要安怎样才叫相应啊？安怎叫无相应？这点啊，袂使触摸啊。因此，印光大师虽然啊，甲咱在无法时期讲修啊，人数无超过二十个人啊，上好啊，卖超过二十个，专以念佛为主。 啊，每间功课就普通佛七，啊，无做法会，无化缘，无募捐，无做精忏佛事，无团结，无修道地，啊，一味老实念佛，啊，连经都毋免讲。那么家属情况上人呢？啊，伊讲过咯，运作啊，即、這个提倡啊。 其他呢，伊拢拢遵守祖师的教诲啊，但是呢，爱恭敬啊，耶稣是讲毋免恭敬。那么在印度迄个时代是可以啊，迄个时阵社会人心淳厚，先,到先多恶少，先较侪恶较少啊，拢会当孝亲尊师。 啊，戒念佛，伊老是念佛，能成就。现在袂用诶，现在社会恶多喧嚣啊，咱诶疑虑重重啊，怀疑忧虑啊，真侪。而且写啲小说，汝随时都会接触着，往往咧破坏了家己的信心啊。 障碍了自己嘅愿望啊,啊！所以不能不精进。精进的目的毋是别行断疑生信啊，坚定你嘅心愿，啊，如此而已啊。精唔免讲多啊，讲净土经对应啊，学习两种对应的，肯定能成就啊。 所以，讲经的目的是帮助咱相应，无其他的目的。断疑生信，念念相应，啊，安尼咱讲经的目的就达到，听经的目的也就达到了。那么最重要是凝练的心性，真心，啊，真诚心,心，清净心，平定心。 正觉心、慈悲心，在日常生活当中，对人、对事、对物拢、啊、爱用即个真心啊。啊，你袂使讲对佛真心、啊、对人用、啊、妄心安尼、啊、呢？这是不相应无、啊、法度相应、啊、所以用轮回心念佛。 出不了轮回啊！啊，这个道理咱一定爱办啊！咱无想要再继续轮回咯，希望自身一旦永脱轮回，往生极乐，咱就爱用真心，进行清净、平等、正觉、慈悲，一卡骨啊都不可以离开啊！对世出世间一切人事物，一切诸法。 啊，拢爱用即个心啊，即就是一念相应啊，一念生；念念相应，念念生。以真诚、清净平等正觉慈悲相应，念念相应，念念生。用、嗯、即个心，就未会再继续无量多轮回了。 从这个心内面升起精神，七观老实念佛。人民讲妙因妙果不离一心一心清念是妙因，一心不乱是妙果。要做到一心啊，你一定要做到万言放下啊，过去念佛堂长住，常常挂在口头上。 放下身心,心世界，啊，提起一句阿弥陀佛，身心,心世界放不下，你就不能得一心啊，一心清凉的因你无，一心不乱的果你当然就得不到。啊，所以因果拢苗，一心太重要了。 会晓修诶人，伊明白即个道理，了解事实真相，心内头确确实实一丝不挂，丝毫挂碍都无。啊！你想信我，当中随缘，随缘度日，该些众生和睦相处，平等对待，一丝毫挂碍都无。挂是看挂，碍是障碍。 拢拢放下喽，因果拢相应。下面即几句五蕴大师讲得好：何须娑婆报尽呐？即、啊这个书是单台艺术讲何必单台三婆世界啊？咱寿命够了，叫往生啊！只要你因经果尽。 现在就是啊，讲至今信愿持名啊，今是现在啊，讲只要你现在现前，能信能愿，一心称名，西方极乐世界七宝莲池的莲花，共摄逐方的众大啊。咱人虽然阿无去西方啊，莲池内面的莲花。 啊，因为咱的妙音妙故，莲花在迄个地方逐刚中大，光色美好，莲花内面金台映现。啊，甚么叫映现？爱知影西方极乐世界莲花是透明的，从外面可以看到里面。啊，看到里面嘞金台。 这是将来自己往生的处所、居住之处、修行正果之处啊！并非三宝盖来人也啊，这个话是真话，是事实真相啊！所以呢，只要咱真正在修因啊，将来必定正得妙果。 现在咱已经在西方极乐世界报名注册了，好比咱移民啊，咱的签证已经办好啊，已经摕到，随时可以走啊。虽然阿无去啊，那么咱可以讲，咱已经是极乐世界的居民了啊。你已经摕到极乐世界签证啊，并不是讲。 到迄个地方，才是居民啊！取得签证就是居民了。即、这个法门极完极顿，極極难思难议，唯有大地风灵体现。即、这个法门极完啊，完完到极处啊，真诶，一丝毫缺憾都找未着。 顿是快速，八万四千法文，无正定成就的，唯独这一门。所以古古代的讲啊，文以大道，文是指八万四千法文，文以就是八万四千法文之外。 办完事情发文之外，而一条生活的大道。啊，啊，生活的捷径难书难议啊，书是思维想象啊，咱想未到啊，无办法去想；二是议论啊，无法度用言语来议论，讲会出来啊，讲未出来。啊 向来当相信，基于善根福德啊，大善根大福德的人能相信，唔是大善根大福德真难相信。所以咱今日有缘接触到这个法门，见到这个法门，听到这个法门，能信能愿啊，欢喜依教奉行。那么你就是五一大师在此地所讲的。 你是进入世界的人，即生困定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！如果你去不了，迄就是你这个方会挂碍啊，无放下啊！对咱即个世间啊，身心,心世界啊，要挂碍无放下。而且讲放下一部分啊，无完全放下，无彻底放下。 啊，这类物件呢，甲你障碍掉。啊，又有牵挂，汝有障碍，身心,心世界一切蔓延啊。汝无放下啦、啊，所以去不了啊。障碍真多，真复杂。世俗最重的啊，相当的是情啦、啊。啊，情嘅障碍的力，出世间诶法。 也重碍啊，所以会在发这经上讲得好，法相映相，何空回了法的作用是什么呢？金公经上讲如法路家啊，这个譬如是讲过度了啊，就咱坐尊啊，过度船，过度都 啊，护法啦，都好亲像船共款啊。那么为即款渡过去，款啊，你爱靠这个船啊，啊，那么为這,、啊啊、这个生死即种款达到涅槃的对换呢，你需要依靠护法。啊，那么护法是帮助你过渡的，好、啊、比呢？你欲渡这个海，啊，爱坐船。 那么你到对话呢？这个准都唔免啦。啊，你未使讲我上话呢啊，这个准我要拖来行啊，这都错误了。啊，所以讲发上印象，何况非花了。啊，等讲你若到个对换呢，这个复花嘛爱放下啦。啊，未使搁再接住了。那么复花上先爱放下，何况世间呢 当然啦、啊，更加爱放下。那么你对这个话那是有留恋，下不掉，一来变成你的障碍。本来是要帮助你，反倒等来变做障碍。啊，这种好像你跪好这个啊，你真爱这个不管你下起这个那么那安尼呢，你都定不了彼岸 啊！你永远择的船底，啊！你必须甲即个船卸掉，啊！你才会当大上必然啊，所以讲发上应下，何空非凡？咱初西方极乐世界，啊！净土三经一轮，啊！或者现在讲五经一轮，这是发发通达了，发明白了。 那么我信不信？阿、啊、个爱这个法啊？法已经变成自己的心形啊，这就相应啊。至于在宗教啊，唔免搁再流转。莲池大师入了净土境界之后啊，那么伊老人家讲啊，三宗十二波啊，讲让佛不难恶啦。啊，提讲三宗十二波。 经呢放下咯，八万四千行，了义不难行啊！啊，无量无边的法门也放下啊，也是互别人去行啊。那么，伊家己老实念佛求生净土，伊诶方向道路目标拢拢找着咯。啊，我就即一条路努力精进，就到目的咯。 我要过前过后啊，哪有那我哈侪看管啊。如果哈侪看管呢，就去不了了啊。所以入了境界之后，入境界是真正通达、真正明了、真正降悟，说出世间法，拢拢放下。最后就是这一个名号了，真正放下了，这个迷途念到底就真正相应。 一念相应，一念生；念念相应，念念生。这是真正的大地，真正的大神君、大福德。提信，提是真实，是明了，不是迷信。啊，一真信了、哦，矿源啊流通啊，这矿源流通分来头呢？ 矿源较较粗地。啊，这经文啊，到这呢，困难发官啊，这矿源流通困难，爱发源就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。那么咱总结经文，经文讲诶这道理呢，总共就是爱跨破放下啦。那么咱真正跨破放下，实在实在在讲，一句阿弥陀佛到。 实际上啊，亲像印光祖师讲的，毋免恭敬，也嘛毋免听经，因为你拢明了咯。啊，真正看破放下咯。但是如果咱要不看破放下以前呢，对这个世间啊，出世间法要有挂碍，要放未下，那么经教啊，就未使无啦。 一定要听经明理断疑生信啊，真正看破放下喽，这才啊，免听经啊，这点啊真重要啊啊。那么下面啊是惯性，是六方祝福啊，矿官到初地，下面是惯性流通啊。 咱这部经啊，宗旨是性圆行。咱看经文啊，先甲经文念一遍。舍利弗，如我今者，称赞诸佛不可思议功德啊！即、这个地方的诸佛，诸位爱记就是阿弥陀佛。前面甲诸位讲过，五一大师要解，开头甲咱讲，即、这个诸佛就是阿弥陀佛。 不可思议功德，必诸佛定啊！必诸佛就是阿弥陀佛定啊！就是这个定啊，就是指前面所讲的六方诸佛。六方是这上就是十方啦、啊。阿弥陀佛跟十方一切诸佛啊，这这句的意思就是。 安尼啊，就是讲阿弥陀佛以十方一切诸佛亦称赞我啊，这个我是本师释迦牟尼佛自称啊，一个自己的称呼。讲诸佛阿弥陀佛啊，讲诸佛跟阿弥陀佛也称赞我啊，称赞我释迦牟尼佛不可思议功德啊，因来称赞我。 不可思议功德啊！我有虾米不可思议功德，下面就讲了：立作誓言，释迦牟尼佛令为信然稀有之书。这就是释迦牟尼佛不可思议功德。下面是信然稀有之书，下面中文讲啊：令于沙婆国多我作恶事。 劫浊、见浊、烦恼浊、众生浊、名浊中的五妙多罗三藐三菩提，为诸众生说是一切世间难信之法。啊，那么下面是释迦牟尼佛自己讲的啊，叫做舍利佛。讲。<coughs> 下礼佛，当地恶语，我作恶事，行处难事，难的是困难的难啊！什么是难事啊？第一个是念佛成佛，第二个是为一切众生说这个法门。所以书我说，五一大师甲咱讲，释迦牟尼佛是安怎成佛的？五一大师讲，释迦牟尼佛是念阿弥陀佛。 成佛的，念佛成佛的，本来怎样念佛成呢？就是这段经文。啊，一在五浊恶世当中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这就是成佛，正定无上正定正觉。伊是用念佛，念佛成佛，这不可思议。 所以，款型流通则不可思议。释迦牟尼佛现身说法，做出榜样来，互咱看。毋是用言语看多人，用行动来表演，互咱看。啊！会啊，这一段，祝福共赞释迦，作是正故道心。我作恶是正故。 道生啊，咱都叫念的这段经文啊，一直到信修奉行啊，这是快行流通。诸佛所赞的灵为心然稀有，讲释迦牟尼佛在三部世界，在五浊恶世做了两件不可思议的伟大事业，稀有的事业，在三部世界五浊恶世。 第一，第一位大师是德政无相正定正果，这了不起。第二站大师是为众说处难信之法，啊，为众生啊说这个难信的法门。这二面讲为俗世众生说，啊，特别是在现代社会，比以前困难的较侪。 说减法容易啊，说钝发难啊。啊，尖就是讲有这个厝地一直修，尖厝的修学啊，比如讲咱读书啊，啊为幼稚园啊、小学一年,年、两年啊，这个初中、高中、大学啊，设施、图书啊，一改善一改善啊，这尖处进修。那、啊啊、么讲这个减法啊。 一般人较容易理解，较会接受。那么你若要甲讲顿法啊，就都较困难。有咩？逐个唔相信啦，啊，哪会呢件代志？啊，伊唔接受。啊，所以讲讲讲法啊，较容易，逐个较会接受。啊，讲法呢，著、就是讲较适合现代人以思想嘅逻辑。啊，一定诶，即个则合理。 你传八十八品见习》啊，正思《思道洹啊；或再传八十一品的须血，证阿罗汉啊。你讲即个断证啊，这大家较会相信啊。单单念即一句阿弥陀佛名号，就能横超三界啊，而且往生不退成佛。嗯、这人听讲呢，哪有遐容易的代志啊？ 反倒多来不会当相信，啊，这个顿法啦、啊，而且是万顿之法，啊，一般人啊，也不会接受。讲说算以顿法有易呀，净土混淆顿法有难呐。啊，那么以就是讲其余的啊，佛门的这大乘法呢，啊，真就是。 顿法啊，快速幸福的方法啊，比如讲禅宗啊，这是在中国啊最流行的顿法啊，真多人学习。可、啊、是现在这个社会上对禅啊，一般人未拜天啊，爱静坐啊，美国啊这个国家呢，跟禅的风气啊，真相应。 啊，所以有真济人啊，爱学打坐啊，做禅。那么净土无人讲。早年家书情况上，林在台北警卫花种图书馆啊，讲法严经啊，有一位美国个博士生，甲台湾大学是教换学生啊，在台大研究所。 研究哲学，那么伊研究诶科目就是花言嘛，所以导同学啊，介绍伊到图书馆来见家书啊，伊要求听花言经即、這个美国学生大概三十几岁，是一个女学生啊，会晓讲中文啊，家书也真佩服伊，家书讲花言经，伊既然。 会听，会晓听啊！以后要求馆长啊，能不能带在图书馆？馆、啊、长也真欢喜啊，可以带在图书馆好像、啊、在图书馆呢、啊，待了不哪个月、啊、那么有一天呢，一家家属讲啊，要求家属呢啊，伊讲发书。 讲你到美国啊，可以去弘扬净土啊！伊讲别了法书到美国，会非常困难啊！那去弘扬净土就丢了啊，所以呢，也要家属到美国去啊，伊的款请也是重要诶一个因素。那么正式邀请家属到美国。 啊，去遐弘扬净土呢？啊，是咱图书馆早期办一个大专辅导工作同学。啊，主工啊，以前大中啊，主工图书馆，大专工作啊，中国佛教会大专工作啊，过去参加大专工作的同学。啊，当时在美国差不多有三百几个人啊，伫在美国。 散布在美国,國地各地啊各个城市，但是真难得啊，因拢有联络啊。那么希望啊，加速到美国去啊。拄啊遇到一个因缘呐，万国道德会啊，中国的万国道德会，因在洛杉矶召开第三次世界代表大会，在洛杉矶。 那么，咱韩馆长是因内面的委员啊，馆长向因的会长介绍家属，聘请也做顾问。那么有这个缘分，就办了美国的签证那么这是家属第一次到美国，一九八二年啊，一九八二年啊，第一次到美国。 那么去到美国之后呢，同学拢知影咯。啊。从各州来看的，啊，缘分呢为遮结。从此以后，每年至少到美国去一个月啊，有时候去两次。啊，难信之快。家属了解美国的佛教状况啊，前两年呢，伊在美国到处弘法啊，做弘法工作。 伊无讲净土，啊，讲禅，啊，讲密，讲发上微心，啊，五年呢，啊，提起净土，但是无专门讲净土，啊，那么迄个时候呢，啊，在台北警卫花庄佛教图书馆啊，家属都都开始在讲弥陀经疏钞，啊，疏钞都讲完咯。 啊，这个时要啊，无录音，也无录音。啊，那么以后呢，啊，才开始有录音了。所以弥陀书抄呢，啊，今嘛留落来是只有录音啊。以后啊，做成这个 CD 啊，出来流通啊，弥陀经所抄。 那么迄阵早期是只有录音带啊，那么伊造了一套阿弥陀经疏钞诶录音带啊，三百几度，三百三十几度。啊，一段呢是点半钟啊，这部阿弥陀经疏抄。那么伊到美国去弘法啦啊，讲经以前呢，把即套录音带摆咧港台面前。 啊，三百三十几度啊，摆在遐。那么摆在遐呢？啊，迄阵伊就开始介绍净土啊。啊，那么让大家一看呢，哦，摆在遐一些物件，阿弥陀经，老领导公价你做，阿弥陀经根本无等啊，无不阿即般。 啊，那我话都讲遮长呢。啊，迄阵在图书馆一讲就讲点半钟，啊，九十分钟，啊，讲了三百三十几遍，啊，差不多就是讲一年啦。啊，讲一年的时间。啊，那么大家看到安尼呢，心就稳定落来，啊，感觉啊，啊，真。 惊机了啊！《弥陀经》遐碎本，那我发到讲遮长的时间啊，这个时候啊，大家才体会到啊，这部《弥陀经》经文虽然无长，但是伊嘅含义非常的深广。安尼呢，大家才升起信心啊，真正不容易。 啊，在即个以前呢，啊，美国迄边诶，学佛诶，人啊，拢无在，无甲净土看在眼里，啊，总是认为讲念阿弥陀佛啦，啊，这是毋捌字啊，无地识啊，这老阿公老阿婆啊，年纪大咯，啊，那只好叫伊念佛，啊，求往生，啊，一般人啊，啊，总是即、這个。 看法，这个观点啊，毋知影、啊、这个《阿弥陀经》诶内容啊，不了解。嘛，看到家书啊，讲这个阿《阿弥陀经》所抄讲三百三十几段啊，这才啊不简单呐、啊！啊，所以家书用这种方式甲正宗带到美国。 互大家毋敢搁再轻视正庄，真正即个法门是难行之法，所以因欢喜禅欢喜蜜啊，家属对即方面诶常识啊，拢真侪啊，伊也唔啊多通讲啊禅啊，那讲六祖大经啦，应家大师正道瓜。 啊，《金刚经》啊，那么这种属于禅，啊，禅的经典，啊，一个《万夹经》嗯。那么面呢，啊，伊诶常识啊，真丰富啊。伊头一个老师，张家大师，是密宗诶、嗯、上师。啊，那么常常伫在伊诶身边呢，听着真多有关密宗诶一个常识。 所以一开始呢，啊，高美国两年啊，前两年呢，讲禅、讲密、讲法上为性。那么一般知识分子太接受，然后再给大家引度来认识净土法门啊。所以呢，这个法门啊，真是难信啊，无容易成成信。 下面讲净土圆超顿修顿证安怎讲是顿修顿证呢？一念相应，一念心啊，你讲是毋是顿修顿证？顿就是快速啦，真修真紧啊，也真紧啊，进到这个高位。一念相应，一念佛，这是顿修顿证的事实真相。顿是快速。 无阶级啊，无逻辑诶阶级啊，毋免长时间，啊，时间毋免真久，炖到什么程度呢？密度经常讲诶，六一日、六二日、六三日到六七日著成功，啊，上古七天啊，啊，见一天，满七天。那么现在为什么修？ 有一寡收净土，动手呢？修了挂几年呢？连一个消息都无啊！好亲像甲经常讲的七日成就不相应啊！这打佛七啊，咱时常在打佛七啊。打了，滚来佛七，滚滚来十日佛七，甚至滚来八日佛七，参加节节佛七一点仔消息都无。 那么难免呢，引起人怀、啊、疑。啊，但是咱看古早时候净土圣贤录里面记载，往生端里面记载，啊，刚有七天当中就成就的有、啊，最先主最明显的的，宋朝用、科、法书。 念佛三工就甲阿弥陀佛念来了，啊，过年三工之后，伊就亡生了，甲经常讲诶，同款。啊，十几年前，啊，美国 DC 就光大技术亡生，啊，这是十几年前诶代志，无算真久。家属在美国。 啊，弘扬净土以后无偌久，啊，华盛顿呐，即个经济士啊，劝即个周公大先生啊，伊也未使算技术啦，啊，因为伊无皈依，啊，伊是往生前三更啊，经济士劝伊万年放下，一心念佛求往生西方，啊，迄阵啊，伊、啊、才听到佛法。 那么一时，治疗感觉啊，医生放弃治疗了啊。那么有这个书生的音缘啊，啊，咱、嗯啊嗯、这个华盛顿精忠学会啊，金振华技师啊啊，去劝伊放下晚年啊，念佛求往生啊。一、嗯啊、听了呢，真正欢喜，真正相信啊，一丝毫怀疑都无。 真正放下万年啊，无搁再求边后了，一心一意就是念阿弥陀佛，求阿弥陀佛来接引，往生西方。安尼呢，在在动手啊，伊诶家属助念之下呢，真正三更阿弥陀佛念来啊临终以前三更啊。那么这是咱现代一个真明显的一个感应。 三更啊，真正回来接引你走。那么关键在什么所在呢？也是经常讲的善根福的因缘呐。啊，讲不可以消善根福德因缘。啊，你有善根有福德有因缘呢，少也袂使。哎，多多善根多福德多因缘，安尼、啊、呢？啊，积善念佛，即当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。 啊！如果成根少、福德少、因缘少，也是去不了啊。那么，咱念佛念了近二十年了，消息拢无啊，不是经不灵啊，是咱自己业障太重，挂碍太重啊。咱的修学不如力，不如法，所以无这么显著的感应啊，无明显的感应。啊 如果你给放下一切挂碍，努力如法的修行，努力如法是对于宗教爱通达、爱明了啊。莲池大师啊，常常讲过，咱对于经典来头的意思，那么相当程度的理解、认知啊，咱个心精心切观啊，你都发袂起来。 安尼、啊、呢，则产生了障碍呀。如大师注解《弥陀经》，唔是容易嘅啊！注意看疏高德法书要有言啊。高德是莲迪大师的使家啊，是莲迪大师传法嘅弟子。《弥陀经》疏钞实在讲，真正就是。 大风功夫化研究诶，浓缩啊，确实称得上博大精深啊，真正会当因人入性。五岳大师诶，要概可以讲是苏草诶精华啊，那真侪地方的所在啊，都真侪所在呢，以前的人啊无讲过。 啊！五一大师呢，为咱讲出啊，像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啊，发菩提心，咱常常有意识啊。迄阵较老啊，婆、老啊，公啊，伊啊毋捌字，啊，毋捌、啊、听过经啊，什么叫菩提心，伊嘛毋知影啊。但是伊念佛、啊、上上会当倚咧往生，坐咧往生，有低失节啊，伊真正往生咯，咱常常会想。 像即个人，妄心随想这呢思想，那么因到底敢有法菩提心嘛？那么家属初学费的时候，伊都真怀疑即件代志。啊，因无法菩提心，跟他念佛也会当妄心。啊，种就一个疑团存在。啊，那么读了我一大师要盖呢，叫丰年大我。 要盖来宾讲，真心切观就是无上菩提心啊。那么人人家白啦啊，嘿老阿公老阿婆毋捌虾米叫菩提心，但是伊真正相信伊切观，信愿真诚，一丝毫怀疑拢无。原来这就是无上菩提心啊。那么每一代说诶话呢，愈想愈道理。 啊，咱就知影，即装卡无知识、无文化诶，阿伯啊，啊老阿公念阿弥陀佛啊，伊真正暗合不道妙，伊家己虽然毋知影啊，但是伊确确实实记住阿弥陀佛所讲往生诶条件，伊真记住啊，所以伊一点仔挂碍都无啊，啊语我以大师教人解答了即个疑问。 啊、这节的时间到啊，咱就报告到这。多谢大家收看，阿弥陀佛。